宁云轩的父亲宁中天就是死于茶帮帮主蔡文正之手，而你就是蔡文正的亲生女儿。你说我跟茶帮有关？你是茶帮的后代，只不过你亲生父亲并不是茶帮的三当家、化名雷虎的记名。 而是茶帮帮主蔡文正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小妹，你还没明白吗？宁宇轩的父亲宁中天。 就是死于茶帮帮主蔡文正之手，而你就是蔡文正的亲生女儿。你的生父蔡文正也是死于宁家的追杀之下。他临死之前将一对双胞胎，也就是你和聂桑宇，托付给了季叔叔。 因为季叔叔一个人无法兼顾两个孩子，便把聂桑云托付给了聂向远。其实季叔叔只是你的养父，你的亲生父亲是蔡文正。本来季叔叔不想让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于你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宁宇轩错爱越陷越深。 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会信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宁云轩，因为他现在还在等我呢。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也可以自欺欺人，你甚至可以不在乎你与宁云轩的杀父之仇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这么多年，宁云轩致力于清扫茶帮，如果他知道你就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。